榴莲盲盒，上次那个没熟的，我老公拿水果店，然后老板给我换了一个，添了52块钱，看看这个咋样啊？这买水果还得去大店买呀。哎呀，不错呀，这个熟了。一个，太好了！这个熟了，3块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肥了哈！这块大，这几房？5房肉。5房。哎呀，太肥了这也。看，真好。老板不错是不是？来一块啊。好甜啊，好香。真满足啊！